下我们做扑挡，一个压一个防守，结合一下热身。那防守的人帮我站到筒子的前面。好，防守的人帮我站到筒子的前面。好，这样就好。好，他就是一个压，结合一下热身。好，结合一下热身，不要一直退哦。好，不要一直退。OK， 以反拍做主轴。OK， 来，走。没关系，都可以。那个，好，你先跟晨晨好了。那你，别，你有没有穿长袖的？你先穿起来，等下再脱吧。如果看你好像看起来很冷，来，你要去哪啦？快点！好，你先防守没关系，等你先压。好，你那个预备哦，预备哦，不要用驼背去取代你的屈膝。啊，可以。好，我教你这样抓。哦，食指跟拇指抓，他抓了丢一个抛物线，丢就可以打。哦。啊，你自己的脚要保持跳动啊，你自己的脚都没有保持跳动、欸，发力的过程不要到那么长，你的手都没有抬起来。再抬起来一点，蹲下去，人直的，来，高，来，人直的，蹲下，直的，直的，直的，那个发力要推出去。啊，你都用驼背去举在你的屈膝上面，我会挖，一样会挖，而且你的人这样，我摸下来跟我弹后面，你都会这样，很这样，你出不去。对，哦，对，再来，哎，你的手太前面，来。老王，压完球拍，马上压完球拍，马上拿起来，马上，马上，对，马上，对。对，你在往前在抓球的时候，我会看到你打球，就是你都会，你在往前抓球，你都拿什么拍？正拍，正拍 ，OK， 反应时，你看我是哪里？你看我如果是哪一点站出来，让我的掌心跟我的拍面都是重，因为你再往前，你的反应时间那么短，你拿这样，你没有时间做这个，去翻的。教练师傅，很好，什么时候会转场？两个情况，左前方慢的左边，跟左旁边慢，都慢。快，所以我对，全部就用到我这边，对80%全部都是用正骨来，对，所以这样子你比较不会去翻，而且你压完压好一点点，好、哦，来你把球给我，你看你先在我前方看，啊，你看我的拍子，好、哦，好，来，再来，好，再来，好、哦，压完，压完，再来，我就不用去翻了，啊，我就不用去翻了。OK， 所以一点点，对，你是扳手掌，把拍子稍微倒过来一点，一点点，就一点点就好，就是让你的拍，对，它放松，对，它拍头稍微往左边倒一点点，这样才不会顶到。对，就这样，它拍头要出去哦，你都没有出去，没有出去。这样，来，我说的出去是这样，都摆啊，你看你都把它止住了，摆啊，摆啊，对啊，摆啊，哎、欸，对，啊，你的大拇指回收一点点。回对，用虎口是松的，你的拍面才可以去调整。我要压在哪里？压在哪里？哦，用侧面轻轻的去顶住那个大平面就好。后面，对对，第一节的，对对对对。尽量，我要讲的意思说，尽量不要有翻的动作，就是简单嘛，就是直接出去嘛，最快的。对，你就是拍面都跟球头垂直嘛，而你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如果这样，当然你球速快，你要这样翻 ，OK 啊。哦，来，把你的脚要随着球去变一下。哦，腰啊，马上，马上，马上，不够没有马上啊，对。马上还差哪有？你都低于网子啊！没，你的手越放越低了哦。脚蹲下去，你都是变手放下去而已啊。你都没有变这样啊？因为球幅高啊。球幅高跟你手放下来有什么关系？啊？
不要都一直右脚在前啊，你看，不要都一直右脚在前啊。对对，很好，对，压完马上注意。那、啊、你看，你现在可以去设计啊，你压它哪里？你压它这边，你压它这边，你压这边，你压这边，它会打哪里？你压完你就自己要先去抓啦、啊，而不是压完再等啊。你现在在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要去看？哦。好，不要用挖的哦，推，没有，你来，停，停，来，举手预备，举手预备，放松，你看，怎么会拿小平面？大平面啊，好，来，开面，来，放松，放松，那你都这样，球怎么会感受到你开面？出去，出去，手出去，手腕，对，要做重来，要出去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打对呀、啊，你是打拳的，哦，球拍啊，你在门口罚站，球拍，哎、欸，再来，那你的大拇指不要包到太多，哦，那、啊、你的脚是要保持跳动哦，脚要保持跳动哦，现在，你们压球的人不要超过发球线。你的脚都没有保持跳动，你来，你看我的脚，来，你看我腰腕，来，来腰腕，预备，预备，来，来，来，预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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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一停，其实你可以覆盖的面积很小，你都只能 focus 在你这一，就像广播带那个相片一样，你就只有在这一圈里面看到你的世界而已。广角打开，对，哦，跳一下，你的跳是要配合他的出手，对，啊你对，弯着弯着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啊你摸撸起撸跳。就是往他的，你现在要怎样？让他怎样？最高境界是让他要死不死。不要太快。对。哦，把他压死很简单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你有练到？对，就这样而已。对，哎，走，走，很好，走，不要一直退。对对，好，自由，自由。很好，哎，对吧？哎。等这样好一点哦，这样好一点，要球拍马上马上，不能等他，马上，来等你的球拍马上哦，对对，把你的手抬起来一点，把你的手抬起来一点，手肘抬起来，拍头跟手，拍头跟你都是这样，手抬起来一点都这样，高低差不要太多，对，高于手腕的水平就好，哦。哎，他脚要动啊！你的脚要动，脚踏，好球，真好球，好球！哎，自由，好来，空手交换，哎，你防守的时候跟你压球的时候一模一样，一样要保持跳动，一样。所以你的跳动是配合他的你的出手，你的出手，他打回去注意，